可以睡你家。哈？天哪！哎，我们去看这部好不好？哦、oh, ，no， 我看过了。啊，那这部嘞？我也看过了。哦、oh, ，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喜欢他吗？怎么这么冷淡？我刚刚在台上了。书豪，你有看过刚刚那街头艺人吗？他弹吉他好听哦。弹吉他我也会啊，那没有什么难的。真的假的？你会弹吉他？那很简单啊，就五条线，然后随便按一按就有声音了。吉他是六条弦哎，棒棒啊！五条吧，五线谱五条弦啊。雨婷，有一件事我思考很久，一直很想跟你说。你想要说什么？我不喜欢你裙子穿太短。啊？还有，我不喜欢你吃太多炸的东西，这样会胖。拜托你不要喜欢我，感恩。所以你觉得我们活动这样讨论应该是没问题的吧？嗯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哎，手是不是会有点冷？对啊，冷气有点大。我觉得有点冷。那冷气要关掉吗？我觉得没关系。哎，你们讨论如何啊？哦，很顺利啊。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好。今天很谢谢你，那我要回家了。糟糕，他要进去了，我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？等一下，你不让我进去走走吗？可是现在有点晚哎。我可以睡你家。啊？天哪！啊，你刚刚在干嘛？雨婷怎么还没来？对啊，怎么还没来啊？欸、你头发有去整理？对啊，好看吗？你这个烧焦嘞，我觉得不行。谁跟你不行？哎、欸，书豪、你下礼拜有没有空啊？不能让他觉得我都没人约。我看一下行程。哦，好。我有朋友约我看展，然后有朋友约我唱歌，还有朋友约我烤肉。啊、哦，你很忙哎、欸，行程超多的、嗯。没有啦，我本来想说我有抽到电影票，想说约你有没有空一起去看。哦，可以啊，我也可以去看啊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刚刚已经约别人，你忙你的没关系。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啊，哎、你不能喝，不要喝哦。当然可以啊，我当然可以喝啊。就是烈士生命的存在，给我些时间。你都不理我，下的夜就随便你。你干嘛这样看我啦？我现在是专心看着你。你干嘛一直看我？我想要一直专心看着你。谢谢。你眼睛用力一整天不会酸哦。我想一直专心看着你，还有其他专心看着你的人。嗨，雨婷。哦，我等一下跟朋友去吃饭了。哎呀，刚好顺路，台北到我家，这很方便，很顺路。哦，真的不用啦。我载你，载你。不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真的可以自己走，谢谢。好，真的很顺路，真的很顺路。反正失恋是生命的常态。我些时间我就能站起来，我的新专辑已经发行上架，请大家搜寻好文徐书豪，喜欢的请按赞分享。